立米减压战，我哋嚟到后头角嘅波比士顿系一个热楼嚟嘅，由之前嘅700几减到去500到600，340尺衣室入嚟有个鞋柜啊，下面摆鞋，上面可以摆下啲随身物品，有呢度，再上面就有电扇，再上面可以摆嘢，有呢度就有啲灯仔同埋个 telecom。一个长形嘅，呢边景观好啲，望翻全山景，同埋呢边嘅楼矮啲，露台再长身啲，望出嚟几分钟咧，垂落落，不过要买高少少。整体就系交楼标准嚟嘅，设计就要再花少少心思。厨房就 L 型嘅。这个就是雪柜台面，焗炉，再入嚟就睡房，都是有个落地窗，望出去景观几靓嘅，呢度就是浴室。都好奇丽啦！呢、这个主室入门就系鞋柜，转过嚟一间吉屋，其实呢度都好市井啦，间房。又有个对流窗，呢边浴室有窗嘅，因为佢成栋都系一房破修嘅，而家房系砌得好靓仔，啲房系唔蚀大啦，同埋个厅系市正嘅，全部屋企嘅实用嘅。如果俾我，我会打买单边嘅 A 同埋 G 啊，因为似对流墙，同埋有对流窗。你哋又中意边只户型？留言话我知啦。今日节目就系咁多，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